你晕了吧？大家好，我叫波。最近天气比较热，每天进行冲水这种物理降温法给狗，应该是每天有好多回。最近在各大群里，也每天都能看到因为中暑而丧命的这些狗。所以说呢，提醒大家，建议大家，炎热不暑啊，注意给狗降温，好吧？然后不过呢，带来这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说，这种用水冲的办法呀，它的整体的居住环境呢就比较潮湿，容易滋生一些细菌，引发一些皮肤病之类的东西。应对真菌呢，一般我喜欢采用双甲醚，同意啊，那喷一下，预防一下真菌的滋生，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狗的皮肤病。小狗怎么跑那里边去了？在里边呗。修罗，他抢了你的窝呀！终于有反应了。小罗，哎，好狗，小罗，干他！他抢了你的窝呀！哎呀，修罗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就叫做站得高，尿得远啊。你好，哎，干他就了，干他！真是站得高，尿得远。好了，看一下秀博被抢了狗窝以后有什么变化。加州让人家给赞。行，你的报复也太搞笑了吧，他抢你的地方你就抢他的地方嘛，或者讲这原来就是你的地方啊。秀罗，今天看一下秀罗的食欲怎么样。天气热最害怕的就是狗的食欲不好，那就容易有些轻微中暑。先看一下秀罗的食欲。这一有食物，一手无食物，修罗完全不是修罗了。看修罗啊，搞定了。看着啊，修罗啊，平常都是一个谦谦君子，即便是旋风占了修罗的狗窝，修罗也是很平和的接受了。但是一涉及到食物的时候啊，修罗就不是修罗了，好吧？
不过呢，今天看这些狗的食欲状态都非常好，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